Okay.他们看久了以后，会不会有点想问这个手的主人是谁？你以为全部都看你的吗？会一直在你那里逗留一个小时啊？是啊。不过有可能的，因为进入你一个账号嘛，然后看到的都是我的，一系列都是你的嘛，你的账号当然是你的啦，你卖的产品嘛，你是卖家嘛，就知道是你嘛，没关系啊，你到时候是一天公布一个的，那得有公布三个月。哇，好 sexy 哦，亲。啊？好 sexy 哦，亲。快点把它拿来给本官看，本官看，把买了给撕了，敢撕小心别乱撕，这个可以吗？待会拆上去很麻烦的，没事，这个可以拉一下，拉长它，倒横着拉，横着拉，竖着拉，看不到，对，这个可以穿在那个那里，那个可以穿在这个里，哪个？把这个可以穿这里。对对对对对，不是不是，这里不是有一个，对对对对，插下去，对插，反正哪里有孔插哪个，对，大力一点，推一下，拧着好吧。对对对。然后慢慢的这个要重新学习了，你要先把它那看完了再告诉你，这个有点特别。来了，你以为它是裸的吗？不是的，基本上是裸的了，好不好？可以了，电话来了，要不要接听？现在没办法接，等一下。在忙呢的。可以了，那先看那个袋子吧。对，就是袋子。出炉了，出炉了，小心点，是个浴帽，那边转 OK 片拿走，好粗鲁，用完人家去把人家给扔了，哇这个好重啊，是啊，这就 PL 怎么搞，拉拉，拿出来拿出来，轻轻的这样斜出来，斜出来，拔出来，对，下一点，远一点吧，你离我远一点，这不用按，这不用电池，也不用按，就看一下，这可以送上去对吧？对，这一带就脏了，我跟你讲，没事。然后插那个，插哪个？插进去随便插一个，然后你白色的对准白色的，然后一拧着就可以了。那里插口有的吧？算了，算了，这个算了，等一下我再跟你说。要手机吗？要吧，把那个给拆了就可以了。刚才你不是塞进去了？这能插进去吗？根本插不进去。